哎，我是幽默风趣、体贴温善的阳光汉，才华洋溢、武艺双全的帅气大哥哥，喊你该可以进入金城武。大家好啊，欢迎回到我们的 1.19 伺服器啦，各位。那再过没几天就是除夕夜啦。嘿，今年的过年好像是特别的早啊。那既然要过年，既然要春节哦，当然是要换上我们的节庆 skin 啦、啊。那在前一阵子的时候啊，我就有画了这个春节的 skin 哦，那比较偏中国风的感觉，然后还有一些金边啊、翡翠的装饰哦。那没有意外的话，我们这一阵子就会用这个造型来玩这个伺服器哦。欸，那既然我们都已经换了造型了，都已经是春节 skin 了，我们头上再点一个原版 skin 的娃娃，好像哪里怪怪的，对不对？欸，所以我决定，好啦，我们就把这个发财给它顶上去吧。那这一阵子除了这个春节造型以外，这个发财也会在我的头上。欸，除非我找到其他比较有趣的可以顶在头上的东西啦。欸，看看今年过年我打麻将会不会赢比较多钱。那今天这一集我们要来做些什么呢？还记得我之前一直有说啊，欸，我很想要来盖地图会哦，可是我到现在还没有做过这件事情吗？那前阵子片头送了我们这个用旗帜做的春联嘛，我就想到啊，欸，其实我们也可以用地图会来盖个春联哦。那除了这种会贴在门口啊，左右两边这种长条形的春联以外，还有那种用方形的纸啊，然后上面写个春倒过来贴的那种春联哦。那除了倒过来的春以外，有些人还会写福啊，或者什么招财进宝啊之类的字。今天欸，我就想用地图会来把这个东西给盖出来啦。那这个地图会呢，我是打算要把它盖在海上哦，因为其实我们伺服器有很多的地图会啊，它位置其实都在海上哦，像红月盖的这几个地图会啊，然后还有这个肌肉小编啊。欸啊，如果各位喜欢这样的影片啊，喜欢看到这样子的伺服器，喜欢看到玩这样子生存哦，别忘了可以帮我在评论下点个赞呢，也可以留言跟我说你喜欢这样的影片系列哦。如果各位有什么希望我玩的地图啊、模组啊、生存，都可以在评论下留言告诉我啊。那我们就动身前往我们这个要盖地图会的地点吧。欸，各位，这里就是我们这个肌肉小编的地图会哦，盖的地点哦。那这个地图会的位置啊，就差不多是在我们家上面一点点这边哦，在这边的海上。那我是打算呢，想要把这一次的这个地图会盖在它的旁边这边哦。这里有一座岛啊，但应该不会有人用到这个岛吧？这看起来超丑的啦。那这边的话，我就会用一个正方形的村在这边呐。好，那到时候我们再拿地图，然后在这边打开来，也就可以拿到一个村的地图会了。那既然我们要做这个地图会，当然又要用到我们的投影模组啦。那这个投影档呢，其实我刚才已经把它设定好了，就在我们这旁边，位置基本上我已经标好了。那我有注意到，其实这个地图会它多出了一格哦。这个的话已经是下一张地图的位置了，所以这里我是打算想要把它给拆掉。嘿，我要把这排整个把它切掉，那应该是不会影响到我们这个小编地图会的。那有关于这个地图会的材料呢，我其实都已经准备好放在旁边的这一座岛上了。这边的话我应该是放在这附近，有好几个介符盒。好，我就在这边，就在这边，这里有十几个介符盒，那里面已经放满了材料。那我们会用到四种我记得。那第一个是 TNT。欸，对，我用 TNT 盖地图会笑死。然后在这一盒的话，这也是 TNT， 然后这个的话是地狱石，然后我记得还有这里有黑石，两箱的黑石，三箱的黑石，然后这边有这个飞鸿菌丝体。那这个菌丝体啊，就是用四个飞鸿畜牧合成出来的东西哦。那原本的飞鸿畜牧啊，是只有四个面会是树皮，然后有两个面会是木材的颜色。那这个菌丝体啊，就是六面都是树皮哦。哎，就跟我们那个木头一样啊。那基本上呢，我们就是会用到这四种材料啦。那其实盖地图会这个东西啊，哦，也是非常的简单啦，基本上就是投影档做好，然后画面甩过去，把每一个方块都放上去就对了。那这边的介符盒，我们先把它拆下来，然后放到肌肉小编那边吧。嘿，暂时借放一下，因为比较近比较好拿嘛，对不对？这样子我就不用一直来回跑啊，哦，来回跑应该也会花蛮多时间的。我把它全部放在这边哦。那像我们这边的话是用到这个地狱石、黑石，还有这个菌丝体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先各拿个几组出来哦。我们只要这样子，然后往前冲，这样子就可以完成这个东西啦，超快的啦。那照理来说，这样子的一个地图会应该不会花到多久时间啦，可能大概一个小时应该就够了吧。那我这次用的这个投影档啊，它是会有高低起伏的。那有高低起伏的话，它看起来会比较好看一点，它的颜色会比较精细啊，哦，就不会说感觉好像哪里怪怪的，看起来会比较有那个渐层的，不会说是一个一个的色块啊。好啦，各位，我们的地图会完成啦。嘿，看起来超级危险的啦，全部都天梯，笑死。欸，如果有哪个北齐在这边丢一个红石块，这里就全炸了。欸，希望伺服器不要有这样的北齐。那我们现在用这种玩家的视角来看啊，齁，是完全看不出个所以然的啊。齁，它到底是什么鬼不知道。欸，可是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打开地图的话，就会发现，欸，它是一个村哦。
女朋友看起来超酷的啦，可是因为小地图模组还有原版游戏的地图，他们颜色的辨识方式是不大一样的，所以这里看起来有点怪怪的。那这边的话，我就准备这些空白地图啦。那我们只要在这边开启地图的话，就会看起来，不是这个，等一下，我们要走到这个村的区块上面啦，然后再开启这个地图，有没有那个村就出来了，颜色也没有跑掉哦。那我们要把这个整个区块整个给跑完哦，看到这边就觉得超危险的啦。OK， 我们把整个区块读取起来，那我们的春联就完成了。有没有这个春联看起来好像还不错，对吧？可是只有这样一个倒过来的春好像有点太少了，对吧？我们现实中的春联啊，会有各种不一样的字哦，像是我刚才有说的嘛，会有福啊，会有什么招财进宝啊，会有各式各样的春联啊。那我是打算啊，至少我们做个两个来吧。各位，我这边又用了第二个春联啊。那这个春联的话呢，是福哦。我们这个字是春嘛，那这个字是福，两个不一样的春联。不过因为他们的这个颜色是差不多的哦，都是红色啊，然后字是黑色的，所以建材都是一模一样的。突然觉得很庆幸啊，我们有这个黑石的生产机，然后又有沙子啊，还有这个火药的生产机，我们不用担心建材没有。唯一挖起来比较痛苦的应该是这个菌丝体，因为要先去挖那个备用畜牧，然后挖一大堆再来合成。是说我在用这个投影档的时候啊，我有注意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，就是他们尾巴都会叫我放这个鹅卵石，有没有？你看这边有叫我放鹅卵石，虽然说我这个是没有放啊，我都直接跳过它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放这个，放了会有差吗？如果有人知道的话，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诉我啊。那我们就先把这个地图会给它完成起来吧。好啦，我们的第二个地图会也给它完成啦。那我有发现啊，其实我们从高空这样往下飞，我们从上面这样看下来，它其实就看得出来那个字样了，只是有点模糊，然后没有很完整啊。来，我们往下看，来来来来来，再飞，从这边看，有没有隐约有那个符的字样哦？那这个符啊，它也是倒过来的，但我刚刚有查了一下，好像符不能贴倒着的耶。听说好像除非是什么鱼缸啊，或者是什么酒桶啊之类的，才能把符倒过来贴，其他地方应该要正着贴。不过我地图会已经盖完，所以来不及了。那这边也是一样哦，我有准备了这个空白地图，我们在这边打开来，它就会是符的字样啊。那我们也是一样要飞过去把这个地图给读取一下啊，这样子就完整了哦。那我们这样子的两个地图会就完成啦，各位。那今天除了把这个春联的地图会给它完成之外呢，我们还要弄出更多的这个春联啊，然后送给伺服器的大家哦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地图应该是可以直接这样子复制的，对不对？哦，可以，这样子我们就有两个了。那我们这个符的春联呢，我们多弄一些，然后春的也是一样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就到处来去送这个春联吧。各位，我把所有人的这个戒符盒都给他整理好了，那这个就是等一下我们要送出去的礼物啦。那每个人箱子里面啊，都会有各两个这个春联哦。那如果要更多的春联的话，就可以自己再复制这样子。然后左右两边呢，我都有放这个春节烟火，这个是烟火哦。然后还有两颗的这个金元宝，然后中间这个的话是招财黄金镐哦。每个人我都有附了一把完美的幸运镐哦。原本是想要放玉髓镐的啦，但还是黄金镐好了。那每一个人的箱子啊，基本上都是长得差不多的，就是里面的头颅不一样而已。那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啊，应该是没有哪一箱是有放错的，我们就全部给它挖下来吧。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要把这些礼物送到他们家里去啦。那第一个是片头家，这一家是最近的，我们一样把它放上这个告示牌，然后一样染色发光闪人。再来这边的话是红月家，放上去打字染色发光闪人。这里是 Taco 家，打字染色发光闪人。这里是吊针吊到爆的汪汪家，打字染色发光闪人。上面还有一个小编家开始吊针了，打字染色发光闪人。亚洛赫的城镇，打字然后染色发光闪人。这一个是洛伊的蝙蝠洞，来打字染色发光闪人。樱花家，打字然后发光染色，好闪人。这里是小男孩的家，打字染色发光闪人。这里是吊灯吊的超夸张的啦，天哪。这个是艾比家，放下打字染色发光闪人。最后一家阿斯家，放下打字染色发光闪人。
好啦，那我们应该就每一家都把它送完啦。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年的春节地图会啦。当然除了我们这一次的春联以外呢，我之后还有另外想要来盖一些其他的地图会哦、喔。如果各位对于这个地图会啊有什么想法，也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诉我啊，或者是你有什么希望我在这个伺服器里面做的事情，也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跟我说哦、喔。喜欢这次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在影片下方点个赞，拿开订阅去追踪我的动态。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到我们的 Facebook、IG、Twitter 去按个赞、追个踪。想要聊天的话，也可以到我们的 Discord 群组一起来聊天哦。那我猜你给我们下一次影片再见哦，拜拜。